欢迎收看《星光娱乐新闻》。今天天气超好，今天不穿太多。我是为了防晒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就一步一步等，等到夏天真的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看圈圈会不会越穿越少。我今天穿很短嘞。其实他每次都是露腿，因为腿他是算是他的那个哪个？怎样？想说什么？就是怎样？可以啊，我想大家都很想要看圈圈的腿啊，算正的好不好？不然你想看哪里？不好说啊。那今天我是要看你的内心，你的能力，因为今天其实装新闻呢，非常的认真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们请的主持人都是一定要是经过非常多的考验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给你几个考验：第一个随机反应，第二个访问能力，第三个不畏惧的一个心情。因为你其实如果是不畏惧这件事情，就是一定要拥有，因为你是跟我一起主持，我们随时随地可能会去跳水，随时随地可能会上山，随时随地可能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虫也有可能。对，让新闻就完全没有界限的，所以我们要通过三个考验，好不好？第一个，今天是考试的日子，考试日。等到这三个通过之后呢，你才有正式加入我们让新闻主持人的一个机会。OK， 到时候再帮你签名，因为你的那个合约书还在你经还在你这个经纪人手上。就我现在只有签单场的，对，代班费。我们这边还没有开始正式签，可以吧？好，我相信圈圈一定是可以的，因为其实圈圈反正你会帮我嘛，我一定要帮你啊，我是你另一半、啊，另一半主持人的另一半。OK， 我多么希望你进来，好不好？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如果考失败了，失格了，你要再换一个搭档。没有可能，短时间里面就会变我一个人，那我就觉得太累，那我就想当然要好好的就是帮你这样子，可以吧？你说第一个是随机反应，随机反应有三个小考验，第一个就要跟年轻男子，找到说跟你一起跳炸裂舞，那你会跳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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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第二个好了，第二个你要先让小朋友了解到说。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主持人？是什么？因为这边谁？焦凡凡。哎，这也很像我，有点太像，有点太像。这是那个果果、李佳颖、大元、温妮，然后里面的几？哎，那这个是我吗？这个是焦凡凡吧？这个是谁？这到底是谁？这个是焦凡凡，这是你呀、啊。他哎，等一下，我必须要说，他真的很会找图片的、啊，他每一张都超像的，超像。超像，但是你知道，因为大家让新闻就是要非常的及时，因为我们那个新闻都是每天都一直在不断做更新。女主持人也有可能每天在做更新，所以你一定要加深他们的印象。好、okay 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二个，第三个我们刚往上走，就是要一些妈妈很恐怖哦，妈妈只要一认定你，这可以，她会拉所有的老公小孩一起看这个节目。所以这妈妈的主权是很重要的。那妈妈要干嘛？妈妈就是要你要让她就是认定你是她的儿媳妇。哎，说我要让她说，我想要让你当我的儿媳妇。对对对，就是你这美迈哦，腰瘦内胖，卡真顶高高，哎，都做我儿媳妇哦，阿内。年轻男子、小孩跟妈妈。对，三个 OK 吗？那就开始正式的。加入我们，开始进入我们的这个考试选拔 ，Let's go。这边有一堆男子，应该是可以的，好像可以耶。你要说你要炸裂先嘛，那我是炸裂先吧，这是蛮难。不然这样，他在拍我，我们先去。好，一会儿这样。嗨 ，Hello， 你好 ，Hello， 我是圈圈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当然知道，很久了。那你知道，就是我当初有一支影片在网络上，很多人看过。啊！你要站起来！那你可以起来跟我一起跳吗？我太尴尬了！快点啦，走，快点啦！来帮他一下，你帮君君一下。那这个来，你刚是哪手？带一下，弟带一下。炸裂！你叫什么名字 ？Joyce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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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炸裂！就死！一击炸裂就死！炸裂就死！也就是，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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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尴尬，这样太尴尬，不会，我跟你讲，
你抖成这样是怎样？不是，你在那帮我剪掉。没有帮我剪掉。你要帮我剪掉。不行，帮我们上，帮你上马赛克。对，上马赛克。你要先上，不要后上哦。很懂哦，很懂、哦。先上，很懂。我们先上，然后后面就不上。好，好，好，不行啊。好啦，可以啦，谢谢你。哎，今天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哦，好。通过这个考验就 OK， 而且你手上有一个圈圈帮你录的一个。那可以给你们合照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好不好？我拿，我拿。好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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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哎，太简单了吧？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这支舞到底是不是就是？他现在很深刻，在任何男生的那个心里面。国民应援。对啊，没错。很扯，而且其实圈圈跳起来真的就是，我之前有讲过嘛，就是我之前有常常看你的这支影片，但现场看，我到现在还是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要常常看我的应援影片。因为很好看啊，现场看更好看，就是他的你的那个怎么可以那么 Q 啊？扭屁股。而且我觉得你不止扭屁股哎。什么意思？对，我觉得还有哪里？蛮好的。OK， 哎、欸，第一个过了，还有两个小考验。妈妈跟小孩。对，妈妈跟小孩。小孩现在比较难找，欸、因为小孩现在应该都在上课。妈妈也不好找，因为妈妈现在在家做家事。不，妈妈都趁老公去上班的时候赶快出来 shopping。哦。这边是一个 shopping 天地。哎、欸，那我们现在要？我们走一下，我们走一下。从哪边？我们往这边走，或许会比较多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到那个路口会很多人家停红绿灯。走这，对，走里面。我们在这一区找。我跟你讲。你要不要先去问那两个小朋友用跑的？你说那两个是小朋友吗？我们认定，我们就认定他为小朋友，好不好？你就问他是不是学生就好。好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不是，是妈妈，是妈妈，是妈妈，是吗？你问，想问一下，请问你们是妈妈吗？是啊，是。有群群有些问题想要问你们一下。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有对小孩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你要问他还是我？都问，有男有女，有男有女。哎呦，可以，你可以都，你有两次机会。有缺儿媳妇吗？你不能直接问的、啊。不能直接问吗？好了，我来帮你一下。好难了。就是他现在有一个关键字，要必须从你们的嘴巴上讲出来。对，所以等一下他会问一些引导性的一些问题，然后你就如果讲出那个引导的那个关键字的话，他就可以赢了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你们可以注意听一下他的一些引导性的话这样子。对，我想要自我推荐，就是我是一个很乖的女生，然后又很会做家事。而且他虽然说还没看过你们家的小孩，他已经很喜欢你们家小孩了，他想要嫁给他。当媳妇吗？再次。当媳妇。对。好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家小男生几岁？高二，那可以。小鲜肉，对不对？这是你的小孩是国一，那国一啊，不行，太小。高二好像可以。如果高二的男生想要娶她，现在可以，现在这个年纪可以吗？反正现在都是看小孩啊。小孩很好哎，妈妈很好哎，长得可以哈，这个可以的哈。谢谢。妈妈，她叫群群，我是群群。对，然后一个她的群是一个山，然后再一个君子的君，你知道是吗？对，她就群群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如果要找儿媳妇的话，可以上网去找那个粉丝专页，跟她私信一下。好，来，可以，当然可以，来，我来，我们自拍好不好？会。来，我们是戴口罩还好。一二三，耶！谢谢，妈妈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分数低空飞过。他们，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帮你讲，我不知道怎么引导。你刚刚一开始我要教你的时候，你不是说那不是很简单吗？我那时候很简单，我只是说我要跟他自我推荐。我告诉我，我会做家事。那你要不要？哎，对。我先教你，刚刚那个关键就是说，因为妈妈都不知道你要干嘛，对，所以你可以讲一些引导的字眼。那可是我要怎么起头？你就说妈妈，我们现在在玩一个比赛，然后现在就是我要讲一些话，然后你如果讲出那个话，然后我就赢了。哦，我要先让他知道你要先让他知道，对，你不要真的笨笨的就说，哎，真的跟他聊天，他怎么可能？
会讲出你想要听到的话，然后他，但是你如果跟他讲了一个这个规则之后，他就会被你引导，他就会大概就会知道说，哎，大概游戏节目他看的可能比你做的还多嘞，对，他看的综艺节目可能比你做的综艺节目还多，所以就是你要大概知道说，他大概知道的时候，你就要去引导他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经验。谢谢 Kid 哥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哎。哎，就是刚刚追一个小朋友，小朋友要去哪？还是我们去里面？要去里面找吗？我哎，刚刚那个妈妈两个背影看起来也太像学生了吧？我跟你说，哎，小朋友，太小，你自己看，这么小，这样，他这么小，这样哎，那么小，他都不会讲话，他只能这样。我身为星光云上新闻多年来的主持人，嗯，我这边宣布，只要是学生。都叫小朋友，十八岁以下，好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了吧？那我们走回去好不好？我觉得没有十八岁以下啦，我觉得是只要是有学生身份哦，都可以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们是学生吗？对，我是大同。好，你们要不要往前一点？谢谢。你好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那我先自我介绍。我是群群，对，你好。有一个很大重点，我插个话，不好意思，群群，我们不要在太阳底下，就这样，这边有点几条下压压。对，我们过去这边很吵。来，两位都是学生嘛，哈。对。你刚问过了。没有，他同事。我是学生。哦，来。我今天有一个任务，需要你帮我完成，就是我手上有一个板子。这里有九张图片，然后我希望你可以从这九张图片里面找出哪一些是我。好了，我给他个提示，有三个。来，第一个，这个、答对。再来。你看君君的表情，哎，厉害的是，他人都在现场，做跟照片里面一样的表情，人家还认不出来哦。我真的太好笑。你做那个动作，答对。还有一个，你看啊。答对。谢谢你们。恭喜，很开心，到底多强啊，好强哦，好，谢谢，你是哪里的学生？是屏东，所以今天放假？没有，我只是要来台北实习。我来实习，加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来，拜拜，谢谢。哇，过关了！你现在目前两关，这三关，除了第一个之外，加了两个小作弊哦。哪有？什么意思？我第三个，第三关也很好啊。你直接人在旁边做一样的表情。他刚刚是等一下，他刚刚是一个都选不出来。对，哎，我想他刚刚一开始第一个选大人。他刚第一个想要选大人哎，有吗？有很像吗？超像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就是第一个小阶段过了，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去做一个访问。访问？对，我们要访问一个艺人。然后这个艺人呢，你要就是全程都是由你主导去访问他，好，好不好？如果真的不行了，我再加入，好 ，OK 吗？好，马上去访问我们的今天的大来宾露西派，耶！我想，因为我们这次是在考验这个群群主持人的这个考验，然后等一下主要都是让群群去问你问题，但是呢，我都不会接你。但是我只要一介入，我问你问题说，上次我很大去你家，看你家房间很乱哎，然后你就说，今天可以只问专辑吗？对，或者说，我不想回答这个。好，这我懂。然后我再问，因为我尴尬嘛，我接着问，你就说，这我不想回答。然后我们就来看君君到底有没有应变能力，他如果问问题的话。你再接哈，就是他就是他不懂问什么，你就尽量接，好，就让他救。然后我只要一回，我只要一问问题，就不要接我话。了解 ，OK， 好，那他，痛一下，可爱一下，可爱圈圈一下。然后如果现场真的有点尴尬，我就会写板子上面写过关，就举起来，就是没有，那可是你要让那个尴尬维持稍微再
久一点点，好好好，对，好 ，OK。耶、yeah, 啊！我们让新闻请到了我们的露西派。露西派，我是露西派，我在这儿。对，今天是要来介绍你的新单曲。没错，我的新单曲《关灯、关门、关灵气》已经在3月9号的时候上线啦。然后呢，顺便宣传一下，我3月底会有我整张的 Bless EP， 会跟大家分享。对，希望大家期待一下。《关灯、关门、关冷气》这首歌，就是我前几天听了。就是很像是我，很像是你，很像是我。就是说你也有就是自己的弟妹嘛，对，然后你也有这样子的生活经验。对，所以我在想，就是你在写词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很难吧？其实确实哎，当天好像就是灵感一来，一个早上就把它写完了。对啊对啊，这么厉害。可是你自己本身应该没有在关灯关门关冷气。我不是很想聊关灯关门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就是对啊，就是 Sandy 会盯我一些这种日常生活习惯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觉得那个互动挺有趣的，我把它写成一首歌。那你有因为被念然后觉得很不爽吗？就是有哎，就当时从小啊，然后 Sandy 这样电我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对自己严格的人嘛，那对我也很严格，然后就觉得说我妈都没有对我这么凶，你干嘛对我这么凶？然后当然心里就是碎碎念嘛，但是也觉得说好像确实是我该做的事情。然后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说，哎，好险他有这样盯我，不然可能我变生活习惯很糟啊这样子。那你有中间有叛逆过吗？就是例如他可能说，哎，去帮我倒一下水，然后你就不去。我是心里会很一直碎念啊，就想说为什么他叫我做这个事情，我都默默的就做了。直到我说，哎，姐，你可以帮我倒一个水，他说啊，你自己弄。我就发现，哎，好像其实是一个不平等的，对。所以你是爱姐姐还是比较多，还是恨姐姐比较多？这个我怎么回答？又爱又恨。对啊，又爱又恨，对啊。这样可以吗？这个答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那个脸？没有，为什么脸呢、啊？对姐姐就又爱又恨、啊，对啊，就是好家在她有这样顶我，不然可能薇姐对我好像有时候太宠我了啦，害我这里就没有打理好生活啊，都乱糟糟的，没有关灯。不要一直这样看我。什么？怎么了？没有啊。那、啊、你跟你妹啊？他刚刚说他要访问我。对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变我访问他、啊？因为刚刚他说要考那个访问能力，他说他要那个 cover 我，他要访问我。被访问的能力。被访问的能力也很难哎。那我要考你，你说你有听歌是不是？我有听，我有。你可以考我、啊。哦。没关系，我考他先。就是，哎、欸，他好像不是很想跟你聊天。他从刚刚你问他问题，他说我不想回答。比较好，对。然后就好，那这一首歌，我天哪、啊，他要考我。你觉得好？我里面举了很多就是跟姐发生的互动故事嘛。对。觉得你印象比较深刻，你比较记得哪一个？我比较记得。抓到了。我就记得，不是，因为我就记得他整首歌一直在讲那个，就是姐姐喜欢他去做很多很多事情。然后我就稍微看一下歌词，然后看了歌词以后，我就觉得天哪，这首歌好适合我妹哦，就很像我平常会做的事情。那歌出来之后还蛮多，就是姐姐就说你们这些自己有姐都不懂珍惜，然后自己弟弟那边又有一个派的说法，就说哇。就是对啊，姐姐都欺负我们，我们要团结。其实这首歌还蛮酷的，因为真的是家里的一些大小事，然后如果真的把它认真的写成一首歌的时候，它好像就是另一件事情，会对于每一个人，就是兄弟姐妹自己心中的一个被发生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对，就类似这样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共鸣啊，很有共鸣。不要一直考我。什么？没事。干嘛？不要一直看我。你这是主持第几集啊？第二集。被人家访问了。第二集而已。是很紧张哎。很紧张吗？很紧张啊。你以前比较少主持类型的。我没有。哎，算没有吧。你好像没有什么主持过。我没有主持。对对，就算是他。就严格来说，真正在访问的话，算是第一集。哎，对，因为前面都是玩游戏，吧，算是，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很难嘞。
好了，过关了。他没有发现。其实没有发现什么，他好像有发现。发现什么？他有发现，他不是。气氛有点。我们就在整你啊。没有、啊。你刚刚没有发现我们的气氛很怪吗？没有，我没发现。有，他刚刚讲一句说，为什么你好像不太想要回我话？没有，可是我当初刚刚只是觉得说你不想理他是因为他是男的，所以你把他当做你把他当做说打、啊，我觉得我没有，我以为他是故意的。他刚心中已经帮你打一个分数，哦，露西派派应该算蛮色，好像都没这样定。对，我刚刚就以为是这样，我想说哦，没有啦，我先跟派解释一下，我们刚刚在楼下，因为这算是群群的第一集在访问，对，所以他的第一集我们想要给他考验，就是他全程都来访问你。那我就说我偶尔会来给他一个帮忙这样子，但我们这是计中计，就是刚刚趁圈圈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跟派又来组一个，就是等一下派只要就是我就只要我问派问题，他都不要回答我，就很难接，就很难很难接，对，然后想要说看你怎么收，看你哦，而且他。难怪他刚刚过来跟我讲说，等一下如果 key 的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就要把那个主 key 拉回来问那个该问的问题。对对对对对。而且我觉得派不愧是综艺天王的小孩，就他其实他完全没发现，老生在在，而且他很应付你那边，他也很会应付我这边。就说所以你姐都觉得都不关门了、啊。他说我是不是不想回答这个东西？不是，重点是我刚刚只是觉得说你为什么你刚不是在楼下说要帮我嘛？然后我已经眼神向你求救了，然后你还不理我。我要讲话，他都不理我啊，他都不理我啊。你刚刚觉得很无助感。我刚刚中间有没有？但我很直接，我说我不知道要讲什么。所以主持人，你不觉得搭档很重要？如果真的有稍微有心结的，我稍微不接你话，你整个气氛跟感觉就是完全就是。刚刚真的很尬。真的很尬这一次发行的那个关灯关门关冷气，对，我再好好讲一下，因为就是刚就是呈现在一个在闹人的状态，没有。我刚很认真在问问题，没有吗？我刚很认真吧，感觉出来了，感觉出来，但是我都很对，但是你都乱回答，应该说回得很短，对，就很不太诚恳。我觉得这首歌应该会变得真的很多，就是家里面的一个共鸣，就是像我跟我妹，就是喜欢他，也会有一些类似的问题。那但是因为如果这首歌加入说，你看哥哥就那样，啊妹妹就那样，就你看就你就这样，你就这样，就会代入感。我觉得写这种这个居家的这个歌还不错。我其实没有想说我做这唱片啊什么的，期待收到这样子很多人的回应是，对，好可爱，我家也是这样很公。我原本是想说想要我的音乐人家听是觉得很酷，是不是好酷？对对对对，喜欢酷。可是结果现在好的回应。就是很好的反馈，都是可爱为主。对，真的很棒啊！我觉得那个派的音乐要支持一下，希望大家支持一下。他最近就是预计在三月底会发行我整张的 Bless EP。对，然后会包含很多之前的都是新歌，对，然后还包含关灯关冷气这样子。对，那你今天要唱新歌吗？我可以唱关灯关门，关灯关门关冷气可以现场来一段，对啊。姐，不要找我麻烦，我又没有不乖，顶嘴我也不敢。Alright， 谢谢给我买的宵夜，我全都有吃完，等等就去洗碗。很爆笑。对啊，歌词很好，每一句你会很想要听他来在讲什么。对，因为它是一个很循序渐进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真的很像到底在讲什么，很想好好聊。没有，我那时候是听了前面一点点之后，我马上就去 Google 歌词，就整段的歌词，然后我就一直看，一边看一边想，原来我妹都是这样想。真的都是这样。好不好？对啊，那个哥哥姐姐对自己弟妹好一点好吗？等一下，但是我就会很挺我妹啊。怎么挺？在任何事情上面，她有什么需求，我都会帮她。比如说嘞？比如说她想要买手机，我就会买手机给她。真的哦？嗯吗？直接买一只新的给她。嗯吗？哇哦，哇哦，对不对？我你知道？所以她等一下，所以她帮我倒个水还可以吧？还可以啦，这样子算下来好像是赚的。对啊，你知道我最感谢 Sandy 的一件事情，是有一次她。外带宵夜竟然多买了一份哦，然后他要分给我，就这样，没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不能就这样，因为我觉得每个家庭不太一样。你要想 ，Sandy
会自己出去买宵夜这件事情啊、嗯，就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。就是对了，因为女明星晚上要买宵夜出去，她可以，她也没有使唤你，她没有说哎。去帮我买。对对 对, 对，就是针对针对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，因为等于说他自己出去的时候，我好不容易出去哦，我帮我弟弟买，我还想到你，哦，那很感动。可是如果他说 Uber E 这样叫下来，然后哎，啊，顺便帮我那个弟弟，因为要凑那个钱，然后帮你买，那就没有感觉。然后他叫他出去拿。对，所以不能去比较那个事情多大，我觉得他这个心意很重要。而且我们家应该说他也很少吃宵夜，对不对？对。很难得，很难得。小姐现在很暖，好不好 ？OK 的，那应该不是买陈家凉面吧？好远哦，好远，好远，好远，对，好远，好远。好啦，今天非常谢谢那个露西派，要来自己应该说大家要去锁定一下那个露西派的这个歌之外，嗯，要去他的 IG 哦，对，然后他的 FB 可以。哎，你接下来会应该会跑校园，或者是目前是想说先发，因为我 EP 其实。是上半张，是我还有后半张，因为我歌太多了。对，我就想说，刚好最近疫情也比较这样子，对，想说一切都发完了，嗯，我们再慢慢开始做演出，也看一下大家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蛮期待你现场的演唱功力，或者想要看一下现场的表演。对对 对，我也很期待。对，不然都没有见到面的感觉。好，大家继续支持露西派哦，好不好？要锁定他的 IG， 追踪他，然后三月底还要发新唱片喽、嗯。谢谢露西派，谢谢大家。好的，建智，我们现在人在哪边？我们现在在台北最高楼101楼的101层楼。哎、欸，我很少来到这边，我应该是没有来过。我没有来过，第一次。我现在很紧张又很兴奋，而且刚刚我们竟然拍到了就是101层的电梯的案件。对，我觉得这蛮值得纪念的，就是我跟你的第一次。欸、真的耶？对不对？这应该记得纪念一下吧。啊，还有他。他今天就是一个通告，因为在晚上，所以他觉得现在无聊，不然跟我们上来看一下。他也没来过，所以就来看一下。而且我觉得你现在来是对的。刚刚其实大家前面都觉得啊，就是歌手来宣传，不想看。对。可是现在反而想要看你的真实的那一面。我说要等一下很巨高的感觉，比较精彩。对对对对对，不要演，是真的。你怕高吗？你怕高吗？我其实真的还好。对。我觉得还好，可是等一下见到大场面，搞不好真的会软。现场有一位就是可以让你感受到高度的一个女艺人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她就出去的时候，就会让你告诉她什么叫做高度这件事情。OK， 你会尖叫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不想去思考。你真的怕高？我是真的，我不要，我觉得不要看下面都还好，就是直视的话 ，OK， 不要，你会一直去想，不要。所以你们刚刚一直跟我分享，一直跟我分享那个会动，那不然喝口水吧。101的水，哎呀，这个水瓶只有在101楼卖。哎、欸，对，那公关推荐说很可爱，一瓶80。那所以如果你来这边都那么难得的话，可以来买一下盖子六，但是纪念款。对，很可爱、啊。那如果说啊，这瓶子买回去喝完水怎么办？你如果说还是要用这个，不要用我啦，没有针线，针线油，针线油都长这样。欸、准备好了，针线油，不要拿针线油，让那个车。车针线油，嗯，好了，就这样。好了，哎、欸，那就是我们家什么？转不过去。好，我们这边的海拔是450公尺。对，那这次的活动叫 Skyline 460。是。那还有10公尺的海拔，但到楼上之前呢，我们要先穿装备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去穿装备吧。OK， Go， Let's go。哇，真的有云端的效果哎、欸！哇，漫步加云端的效果，这太浮夸了吧！哎、欸，这是超屌哎、欸！欢迎到达101层楼顶端。有 feel 哎、欸，有 feel 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超酷了吧？我们在云端，哇，真的飘飘的感觉。哎、欸，很用心哎、欸，101，欢迎你们来到云端。那待会我们要出去460之前的入口，请在我们左前方。OK， 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看最后一个一是不是爽起来？哪一种一呢？好，那我们这边请。哇。哇好漂亮，真的好可怕！哇塞！大镜头，你们先，你是第二个。好的，谢谢你。哇塞！我要进来。当然。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很像那个哎、欸。其实看起来还好，还好，不会很高，因为外面还有一圈。你不觉得我们现在？够吗？够够够够！
可以飞下去。不会，我会掉下去，我会掉下去。哦，这里有镜头。哪里？哦，等一下卡住了。一二三。那我拿这边扣。好，我们再拍一张，一二三 ，OK， 赞呐、啊！耶、yeah! ，喜欢喜欢。我现在可以往后转吗？可以，你看看。这边会把西面跟北面的景色一望无际在我们的眼里，好美哦！刚刚我在楼下收到的大巨蛋会更靠近在右下方哦。有哎、欸，那请问一下，旁边这个是洗窗工人的那个洗窗机？这超，我觉得我真的超佩服洗窗工人的，不管风吹雨淋，然后然后站在外面，每一季会洗一面，它比我们这边还更快。每一季洗一面哦，对，每一季洗就三个月，对，会洗四面。哎，那这里是目前我们说应该说客人到达最高的一个地方嘛，哎，幸福吧。很幸福，我刚拍了在拍照。我们现在是全台北最高了。我们现在真的最高的男人。对，我们全台湾最高。全台湾最高。我们现在海拔460，那其实我们总高是508公尺。对，你们可以往后面一点，可以看到塔尖，下方就是580公尺的地方。哦欸、好可怕！你可以这样看到塔尖呢、欸。对。哦，我的手坏掉了。哎、欸，你可以这样，你敢这样子？我不要。你敢？那你不要推我。我不会推你，我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？双手放开。我下来你就知道。这样。腿软。我不喜欢这样。我们小身子，脚身子，脚身子啊，脚身子，脚身子，然后往后啊，看你看塔尖那边有个字，那边有个字写什么？哪有？其实我觉得他还没有到很怕高，哪有啊，可怕！有一些人真的会腿软掉。这个这样还好，但是如果不要讲好了，等一下下次你就带我去那个，我不要。对，这里就是来这边这样，就是绕一圈这样子看一看台北市。专人导览，然后绕一下台北市，跟你介绍完一圈。那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拍照服务，还有纪念品服务，会给你。哦。所以我们这辆到88楼可以被云朵咖啡。了解。哦。那我可以问一下，像它这个这样的设计是有意思的吗？还是说只是一个？我们其实从底下往台北一零一看是一个宝塔造型。对。第二个吉祥元素就是竹子。对。竹节像竹节代表的步步高升，对，大树洞的意思。OK。真的哎，那它避雷的到哪里啊？在上面，在上面。避雷同带跟101根的避雷针，再环绕我们周围。101根哎，他是故意要抽101根嘛？故意的。想要当初的建筑师，可是目前来说是客人跟101。对啊，是小巧思哎。真的是小巧思哎，我们可以这样来绕一遍哎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正前方的景色。哎，现在我们算蛮了解台北市的，我们这样一看就知道了。你是会在外面爬爬照的吗？我还好，但是我从小就住在这里，我大概知道一些快点。好，那我问，我都不知道哎。内湖在哪里？内湖在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一二三，很明显的，一二三一起指。好，一二三。哎，你是不是作弊啊？你是看我指在指？我看他的眼神。那其实我们三个都错，怎么办？没有，那边是对啊，是那边吗？对啊，刚刚说的河流就是右前方那条基隆的，对，基隆。然后麦帅一桥跟二桥就是黄色桥、白色的桥，过去内湖南港区。哎，我觉得胆识这件事情，其实圈圈是应该有，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意识的，就是帮我们喊一下，怕一点点。对对，在那个高台那边好了，把我们回去一下下。我觉得，因为毕竟这一集是要做三个测试，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测试了。胆识我现在已经看到，其实圈圈还蛮有的。你还蛮有的，所以来吧，帮我们喊一个，今天新的一年，你要往外啊，哦，好啦，你往外，对，这样，对，侧面，哦，这样，好，就这样，新的一年，没有，你要说，2021年，我飞过身体了，想要跟大家说，然后我们要说哪里，2021年，我武汉区。想要跟大家说，哪里？我要变成纸片人。谁？我也想。那我们一起喊。好。来，你也要加入吗？你想变纸片人？一起好了。然后就，2021年，我李博森想要变成纸片人。他没有回应。
我想上帝直接说，我宣布你们不可能。哎，威廉，你讲一个啦，关于主持的啦。想要变成，就固定的主持人。来一个目标。固定的主持人。对，不要再更换。固定的女主持人。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好不好？好。要变成 run 新闻的、哦。对，我觉得我对 run 新闻。2021年，我吴涵群想要变成 run 新闻的固定女主持人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有让我们喊哪里啊？哦，不是一次讲完吗？我要喊哪？好了，不管了，我要一次讲完。好了，好了，随便你啦。啊，你有愿望吗？我愿望几乎都实现了。对，对，我是希望可以就是星光云让新闻可以一直的做下去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绕一圈，然后来看看这个101周围的这个风景，好不好？好，你有愿望吗？我愿望就是。唱片大卖，哎，没有，唱片大卖，我就直接跟你讲说是不太可能。对啊，现在没有人在买唱片，没有人买唱片，你就我觉得是单曲点阅率破千万，我觉得千万太多了吧？千万就代表这首歌成功，对啊，百万已经算很棒的啦。但我觉得破千万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。我知道，就喊大一点，梦想大一点，方向，对对对，点阅率破千万。做的是歌，不是负面新闻啦，不是苹果，是单曲。好，来绕一圈看看吧。那如果观众朋友们也想要像大家一样在那边许愿的话，我们这边有一个优惠想给大家知道，是我们现在推出的青年票种，在26岁以下的青年优惠呢，我们给大家1000块的优惠，可以在这边快速领域到甘来460一起见证这个被许愿成功的地方。是，哦。有青年优惠，1000块就可以来到这里，我觉得蛮划算的啊。很值啊！对啊，这边你看位置就这么大，然后你一天是要预约制的。但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限制，对啊，年龄的限制，26岁以下的青年票。对对对对，不分评价的都可以花1000块钱上来这边。对，所以你看这么多人，然后这就只有这么一个空间，嗯，你要1000块，我觉得预约来这边，我觉得是蛮值得的。哎，可以是带一下女朋友。哎、欸，这边哎，或者跟家人也可以。想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。然后他说，哎，你已经完成了。还可以求婚呢，还可以求婚，还可以求婚哦。赞，可以高空幸福，可以求婚啊。一起见证这场看夜景啊。哎，那我再问一个，1000块有包含刚刚那个照片吗？有。哦，你看专业的，很好哎，专门为您拍照，不用再另外花360购买吧？不用，就是包含这一千块。是一个套装电子档的。太棒了！还有一个运作咖啡的饮品券，水哦，可以到88楼餐厅坐享用。好，没问题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那个派派，因为他本来已经是只有中间那一段，然后离开了，要离开了，结果后来他没想到又陪我们玩了一个下午。没错、啊，对，谢谢你，这体验很难得啦，有时候跑到这么高来，对，看了很多风景。就希望你这单曲的成绩能够一飞冲天，单曲点阅破千万，点阅爆破，点阅爆破。那这个有一个礼物也要送给你，就是我们刚刚在山上的这个，不是山上，我们刚刚在这个101顶端这个460，好不好？这个照片送给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派派，谢谢，要记得再来哦，好不好？我别的节目等你哦，好不好 ？OK， 支持一下派派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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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是跟群群两个人之后呢，我们想要跟你讲一件事情。说，刚刚有3个考验。对，其实恭喜你已经顺利的通过了。对，就是我们的是见证都在场嘛，有摄影师，有制作人，还有我这样，然后就是你应该是通过这样子。谢谢。小小的一点点的犹豫啦。你说你也犹豫吗？因为大家就在评论。你说你要换，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想要换新的女主持人？怎么敢？我怎么敢？我怎么敢？好不好？没有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算是也要恭喜你正式的加入我们这个Run新闻的家庭。然后我们有一点饮料想要请你喝，健志。这是什么？哇！饮料给你们，这是什么？恭喜群群完成挑战，你们喝就知道了。那我们要先敲杯。他交换吗？那现在其实在5点当中，我们都有一个活动，也是101一穿一景独享经历的活动。对哦，那我们背得很熟哎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传者。对啊，我一定要跟你老板讲说，你要一定要好好的帮你加薪。谢谢。因为我们在这么浪漫的时刻，你还可以在旁边推销，
而且他讲超顺的，然后我们完全不同世界。我们刚刚曾经在我们就是很开心加入我们的家庭，然后交杯，然后就在旁边蹭夜，然后对，然后在我们这边还有推出另外一个方案，就是怎么？可是他刚刚那一整段就非常搭配我们两个那个画面。好啦，我们让建智好好的讲一下，我们现在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情侣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位？就是会有这个座位安排，这个座位还舒服。很舒服，很舒服。在五点半之后，那个活动叫夜市101创意景独享经历。好，你们到活动在线上购票之后，到现场办票，外上来这个专属客服人员带你们坐在这边位置上坐起来。对，会有专属人员给你们。而且我相信他们这个活动是有经历过，他们自己很多内部的员工就来体验看看，知道说一定要在五点半以后，因为五点半以前就像我们现在，如果带情侣来，应该会晒伤。没错，对，女生就会觉得。很就是会晒黑，很不贴心。对对，因为你知道现在，因为我们他刚刚讲嘛，一景一窗嘛，对，所以他这个等于说这一面窗户都是否给我们两个人的，我们就是小世界。所以你看，怎么会有这么棒的一个这个景色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真是太屌了，这也超美的。对，谢谢。而且这好喝。那你这边会有没有就是属于包厢类的？就是等到比如说要有，因为毕竟我是明星，毕竟我们是男明星、女明星，我们来坐在这边，然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这种帷幕可以这样围起来这样子？好，我推荐给我们的长官，这应该要，因为注重隐私嘛， okay. 不然旁边的人都看到我们在那边卿卿我我，对不对？很不好意思，都不需要狗仔拍了，大家都拍了 就从旁边拍，可以吗？跟帮我们推荐，帮我们想一下，那我们就相约喽。那我生日你会带我来吗？你不要讲这个啦，因为他突然出击你不要这样啦。干嘛？他不要讲，他脸红那我们今天的让新闻很开心，就再次的要感谢就是圈圈的加入，耶、yeah, ，开心，真的。我们星光让新闻下礼拜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